芒果啊，是，就长那么高，根本就捡不到，怎么办啊？哦，它需要特殊的工具，这个。这小器可以吗？那我也偷吃一个虾子。开玩笑。芒果加了柠檬以后，好好吃。啊。大家好，打开后，我是松宝爸蔡翔，欢迎收看台菜与他们的产地。今天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南御景，大家听到御景会想到什么呢？就是我肩膀上又香又甜的爽亚啦。现在呢是早上6点钟，让我们一起跟着芒果达人来采收芒果吧 ，Let's go！ 嗨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就是要来一碗冰凉刷脆的芒果刷冰。宝岛台湾从4月到9月都是芒果产季，而台南御景更是其中最有名的芒果之乡。御景因为土壤是青灰岩的关系，种出来的芒果特别好吃。今天我们来到的芒果园生产的是凯特芒果，也就是俗称的高尾酸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产季在9月的芒果啦。阿哥，你们平常都几点起床啊？哦，4点多。四点多。对，每天。对，每天。哦，因为它越早做，你就温度不会那么高，做起来会比较舒服。不会那么热。啊，如果你对你越晚出门，它就天气太阳越大越热，就比较难做。哦，对。哎，大哥，我看啊，对，像这些芒果啊，都这样装在袋子里。对。那原因是什么啊？啊，这我们俗称物理性防治。哦，原来物理性防治啊，就是用套袋的方式隔绝虫害、菌害和雨水。让芒果可以在袋子里安心成熟。郭大哥还提到说，艾文芒果是树上现熟的，成长过程必须要有充足的阳光，所以要用白色袋子。我们现在在采的凯特芒果呢，属于后熟型，必须要用黑色袋子来隔绝阳光。原来不同品种的芒果有不同的套袋方式呢。欸，大哥，那我们那么多箱要怎么带回去分装？哦，我们现在要把这里的货装到我爸的五轮车上。五轮车？对，它是五个轮子的车子。哦 ，Hello， 郭爸爸。在芒果园长大的郭大哥，从小啊就看着郭爸爸开着五轮车载送芒果。等到郭大哥创立了五轮车芒果品牌，这台五轮车还是每天出动，载送一家人辛勤呵护的芒果。好了。我们完成了早上6点的采收任务之后，接下来到了分装厂。在分装的工作呢，我们会先把漂亮的芒果用清水擦一擦，接下来透过产销履历的贴纸贴上一张贴纸之后呢，扫 QR code，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芒果产销履历的过程咯。产销履历透过农民的自我管理与政府的检验把关，现在我们只要一扫 QR code， 眼前的产品什么时候栽种、施肥、施药以及采收都可以一览无遗呢。哎，大哥，我看啊，像这一次，比如今年的台风或者是雨比较多嘛，其实政府好像都会有补贴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但是我是听说你们还有再去保额外的，像保险产险公司的保险。小英政府上来，他积极蛮积极推动芒果保险。芒果保险。对对对，因为以前芒果它只要达到农损，它就有一个农损灾害补助机制。对。但是通常那种补助不会达到成本效益，就很难全部都补助完了。对，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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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政府为了要让农民不会赔太多，他就跟保险公司推政策型保单。然后推一些有关灾害型的，像台风保单啊这一种，由政府机关来认定说，哎，是否有达到农损，最主要的用意就是政府理赔，然后再加上你们自己保费，就会有两笔灾害的补助款项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更降低我们农民的损失。非常感谢今天郭大哥教会了我芒果的采收跟分装。现在让我们把新鲜采收好的凯特芒果产地直送给小英总统吧。产地直送的新鲜芒果抵价啦，总统。
很香哦，很香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特地去台南御景所新鲜采的芒果哦，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。好的，统统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吗？我们今天要做芒果鲜虾洛梨沙拉。统统，那个虾子该不会是你特别为我们准备的吧？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们嘉义布袋的优质的虾子。小英总统准备的虾子来自嘉义布袋，采取虱目鱼与白虾共生共存的方式来养殖，也是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新鲜虾子哦。换我来弄芒果啦，很大只的芒果。三月是土芒果，然后到五六月可能就是艾文。然后到七八九月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凯特，它各个期间都会有可以贩售的芒果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彤彤！我吃的时候我是这样吃的，我是把它关起来，我用汤匙下去吃的，这样。哦，直接挖一颗一颗这样挖起来。彤彤，你很熟练哎，真的。彤彤，你自己是喜欢吃芒果的吗？对，我是喜欢吃芒果的。你是喜欢吃芒果？在台湾的台湾是芒果的王国。哦，台湾的芒果真是好吃。我听说台湾芒果是不是外销很厉害啊？我听说今年的上半年的出口量已经是去年的总量了。我们来偷吃一块看看好不好吃，可以吗？可以偷吃一块吗？酸酸甜甜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那我也偷吃一个虾子试试看。你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是不会那么当真的。总统，我突然想到。芒果鲜虾洛梨沙拉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菜好像不是很像是台菜。我的定义是，只要它的食材是在地的食材，就是台菜啦。哦，我们现在做的也是台菜、啊，也是台菜。我们现在的芒果、洛梨、生菜，和连柠檬都是在地的呀。其实都是在地的食材。我们要用切的吗？我习惯用剥的呀。喜欢剥的，然后冬冬你开心就好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开心就好。用剥的可以吗？那但是我们吃嘛。我们要开始做沙拉了，一样一样来。好，我们先把生菜放上去。刚刚切好的芒果，我感觉我这个洛梨切的有点，不过可以吃。对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好，下来咯。好，虾子加进去。哦，好大的虾子哦。那我们要拌一拌了。好的，谢谢总统，总统帮我们上菜咯。你比较喜欢吃什么东西？我比较喜欢吃虾子跟芒果。那你自己的，你鲜虾、芒果、洛梨、生菜，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我都喜欢吃。你都喜欢吃？对。吃个芒果。好。芒果加了柠檬以后，好好吃。好好吃。最近不是那个雨啊什么比较大？对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聊说怎么办。因为其实本来中央政府是都有农损补助，是。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样子怎么样？他说有补助了，但是不可能全部都够。是。他们觉得很棒的一点是这一次有导入市场机制，然后有真的有芒果保险。对，这个是我们执政以后一直在推的一个制度，也就是说天气不好，收成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，我们有农业保险来补足我们农民的收入的不足哈。那以前当然是有政府会帮一些忙，但是如果有商业机制，我们保险公司再另外给付一笔钱，那会让我们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的收入会比较稳定一点。对，一开始他说很多人都说啊，保险公司都不会赔啦。然后来是因为也是这个农民郭大哥，他说他因为真的去保了，然后去年真的拿到理赔。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以大家现在觉得很好。对对对，现在大家觉得，真的是有用的，所以大家开始来报。刚开始我们在给农民介绍这个观念的时候，农民就像你讲，有点半信半疑。可是进来越来越多农民接受这一套，我们引进了农业保险的制度，从屏东最南部的屏东，一直到高雄、台南。一直到嘉义，不一样的时间的同样的水果上市，哎呦，不一样的风味的，对，同样的水果，不同的品种这样子，台湾人很幸福的。好了，我们芒果鲜虾洛梨沙拉终于完成了。我们这次有台南御景的芒果，还有嘉义的鲜虾洛梨，以及我们云林麦寮的生菜，还要再加一样我们屏东的柠檬。耶！我们下一次一定要到我们的台南御景去看吧。我们的御景的芒果种到最好吃的，郭大哥。台菜与他们的产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总统觉得这个，我要去里面找大一点的盆，这个盆子实在太大。
哦，这才是专业的沙拉盆啊。我们台菜与他们的产地已经造访了屏东的旗鱼、台南的芒果，还有嘉义的虾子咯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节目吧。各位乡亲啊，总统马路的高卖西啊，要去倒一买咧？下注你的手机啊，扫这 QR code， 马来西亚空六五七四二九四一，空六五七四二九四一，吃了让你舒舒亮亮会过来哦。阿哥阿哥，这瀑布跳的虾啊，你马来西亚扫这 QR code， 也是卡空九五二空六八一一二空九五二空六八一一二，感谢大家 ，See you next time。